我离开驾驶座之后，我就有点困了。公子剑太辛苦了，孤独的旅行。我习惯了，我早已习惯。然后来睡全程，从头睡到。我也是，到昏睡。说你呢？我是说你，睡全程。你没有啊？我们中间嗨了一下。对，嗨了一下。中间我就唱了一句歌，然后又接着睡后。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，不到红峡谷不算玩漂流，不押韵啊！你们可以等会儿先去问问。漂流怎么漂？我们五个人，五个人这边我们先让他们过来签安全责任书。啊、哦，五张票，来你们五个人的票啊！好，谢谢。朋友们，办完了，走着，先该起了。嗯。拿身份证去登记一下，来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换衣服了啊！好萌啊我！我们好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到了一辈子只有一度的海南漂流时间，我是一号选手董子健。我是二号选手刘源。我是六号选手林芳。好，谢谢大家稀碎啊。什么？哎，不介绍一下你自己啊？我是漂流一号。我是一号的预定。这怎么开枪啊？嗯，就这样啊。飘飘自拍，介绍一下自己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宏图。再见，走了。哇，好萌啊！这怎么玩上？嗯，就使劲。还没开枪。亲爱的朋友们。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平安幸福，我一定会平安的，因为好人一生平安。谢谢大家。怎么可以？我也准备好了，觉得好像已经要湿了，就感觉没事，这只不过是早点湿透跟晚点湿透的区别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怎么做？我就这一船了。还有小凯，我跟你吧。哦，走吧。行，我跟西西。走。漂流，要去漂流了。出发吧。漂。呼呼。哎，他这样漏水，哎。这是什么原理啊？没有，它就吃水。我们这进水进的有点多啊，都已经偷偷坐在了水里。现在，那我们先走一步。我们要做第一个漂流完的人。好，这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
要状态到位，就能享受我的心愿旅程。脉动有我，这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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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哇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哈哈哈哈！我的 GoPro 不见了 ，GoPro 没了！接受。接受命运的洗礼哈！哎哎，他成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去！哇！这还好。这个还好。我GoPro没了。没了。他们人呢？他们还没下来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这半天不过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在转圈圈？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转圈？你给我跟着。那个使一下劲儿在哪？在那个柱子那，好好好，还是在转圈啊！咱俩这太碎了，走吧，别等他们了，太冷了这水。走吧，走吧，他们还没下来，我们就玩完了。怎么又撞我？哎，哎，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好，我往那边。他们都飘到一大半了，冲冲！好，大家快点把这个箱子拿起来啊！冲！冲！